把调料炒均匀，汤汁熬至浓稠后，把青椒放进来，煎好的荷包蛋也一起放进来，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，让鸡蛋都能均匀的裹上汤汁。咱们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别把鸡蛋铲碎了，这样翻炒出来的荷包蛋才比较入味。炒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大概给它翻炒一分钟左右，把荷包蛋给它炒至入味。最后再把蒜苗放进来翻炒，把蒜苗给它炒至断生，哇，真的是闻起来就特别的香。蒜苗炒至断生后就可以出锅了，一道非常好吃的青椒炒荷包蛋就做好了，这样炒出来的荷包蛋真的是太香了，而且做出来也非常的入味好吃，无论是拿来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，做法还特别的简单，喜欢就做给家人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